没想到你心中喜欢的人，竟然是我的姐姐。所以你当初愿意娶我，是不是也是为了完成姐姐的心愿？是吗？是。假传圣旨可是欺君之罪。你能欺瞒皇上？ 我为何就不能假传圣旨呢？陶思伟，你放开他！你别再执迷不悟了！宁云轩，醒吧！就是那天，醒吧！ 马进烧的老板马红竹来给大家发粮了。什么？马红竹？哎呀，这什么名字呀？别急，大家都有。谢谢马老板。来，都有。谢谢。来，谢谢。拿着。拿好了。